有些单身小公伊是地沟里一些重大伤病的患者，啊，早就登记讲要做疫苗，啊，不过后来发现讲伊记录变作零，啊，有哪有去求助，包括在1922这东方信箱、卫福部电话信箱，煞拢无回应，啊，卫福部来承认讲系统有问题，系统只会认定最后一届登记，啊，这部分会来进行改进。提出手帮证明自己完成意愿的登记，所以因为登记系统有 bug， 变作疫苗的人球。陈小姐是地沟里重大伤病患，在7月7日完成登记号码，出来人在同一天也替登记另外一组号码，所以陈小姐注销其中的一个号码，所以在2日发现出来另外一组号码也被删除，随即1922甲东方信箱要求斗三工，也投诉去卫福部的部长信箱。所以都没得到任何的回应。7月6日，我如果登记10次，是不是也有10个序号，也有10个预约的资格呢？他才告诉我说有可能。这个所谓的有可能，不是只有伤害到我愿意出来说话的人，而是伤害到这中间从6号到13号那些黑数，你们并没有说出来。为什么连通知都不通知？为什么被取消都不讲一声？陈小姐讲。伊家寄出来登记号码删除掉，本来是想讲卖去占用疫苗的名下，等到煞好家己疫苗登记记录归零。对此，卫福部承认讲系统还阁需要改进。要若目前系统的设计，不论登记几遍，系统只会认定最后一遍的操作，才造成陈小姐把其中一个号码删除，系统才认定伊取消登记。在系统里面，它只会认一次一次。你去作业的内容跟修改的内容，所以这个陈小姐这个状况，我们后续会再去看，我们在系统里面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状况，我们需要再做更重要的提醒。卫福部希望民众，那是重复登记，记得唔通删除。一那互人批评的侮辱系统，卫福部讲会检视修正，也提醒民众在操作时阵要较注意的，以免产生误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